节奏明快，将踢踏舞精髓表现极致。由舞王麦可弗莱利制作的《火焰之舞》是史上编制阵容最庞大的经典舞作。火焰之舞改良自传统爱尔兰踢踏舞，纳入开创性舞剧编制，男女舞者各自展现踢踏舞的力与美，成为全球知名踢踏舞剧之一。舞者透过软硬鞋的差异性，展现出刚柔并济踢踏舞舞技。这出经典国际级表演在全球有众多粉丝，明年将再度展开世界巡回演出。台湾列入火焰之舞巡回演出首选名单，明年二月将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及屏东接力开票，让受到疫情影响春节期间不出国的民众可以多一项震撼视听觉娱乐飨宴选择。李新闻综合报道。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